本想带你来历练一番，但如今已无神力，我会想法子打开结界，你赶紧离开。你神力尚未恢复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我们要走，一起走。不行，你在我便有顾虑。玄毅要杀的是我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犯险。明知必死无疑，却还敢留在这儿。小主神的匹夫之勇，实在令本尊佩服。玄毅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，我才是主神。那本尊就不客气了。 去找赤阳。玄一，当年祖神留你一命，将九幽之地化给魔族，是想要魔族痛改前非，你为何还要执迷不悟呢？7万年前，本尊任主神之时，你不过是个追在我屁股后面的跟班，本尊要做什么，几时需要向你解释？ 那便来试试，7万年后，你一样奈何我不得。狂妄！本尊今日便让你陨落于此！白雪，我看你这些年，真是越活越天真了。 在你当年作乱开始，祖神便担心会有这一日。他在九幽布下阵法，若你不叛，九幽就是留给你和魔族最后的机会。可你若执迷不悟，祸乱苍生，你的余生便被困死在这父神台之上，再也别想踏出半步。擎天，你只能困我于此，终究杀不了我。总有一天，尊定要让魔族重临世间。